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法师们，老师们，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昨天我们向大家汇报到第四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家庭教育的内涵，素质教育。我们讲到这个素质教育啊，在茂森这个身上呢是如何这个体现和落实的。这种素质教育啊，就是我们至圣先师孔子讲的弟子规。那么昨天谈到啊，在这个茂森在留学美国期间，在暑假里呢到美国的北部明涅苏达州的一个旅游城里面打工。他在一个那个大的游乐园里啊卖棉花糖。那么当时呢他是在一个封闭的透明的这个罩子里面工作，机器呢在不停的运转，生产这个美国小朋友喜欢吃的棉花糖。他们每天工作是十个小时，住在这个租的房子里面呢，九个同学住在一起，睡在地上，因为没有家具。他打工三个月，净收入有3000美元，给我寄来了1000美元，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的一笔最大的外汇。那么他在1996年7月1日给我一封信，这封信使我很感动，我现在与大家一起来分享。亲爱的妈妈，您好，刚刚收到您6月23日寄出的信，非常高兴。适逢今天打工休息日，便可在住处附近的亭子里给您写信，屋里没有桌椅，不得不出来写。这是我们公寓旁边的一个小公园，全部是郁郁葱葱的绿树花草，并有许多杂色的鸟及草丛中窜出的野兔，十分幽静。在这样鸟语花香而又气候宜人的环境中，给远方的母亲写信，有一种说不出的温馨愉悦的感觉。对儿子而言，再没有比母亲和母亲交流心得更愉快的了。这一个多月的打工生活，第一个感受是福报来得不容易啊。我们打工是上下班打卡计时的，每一个终点都非常精确，那是每小时收入6.35块美金。第二个感受是时间就是金钱，每一个小时已经是明码实价了，所以每个人都希望在一天24小时内多一点时间花在能赚钱的工作上，而不肯对集体宿舍贡献一些劳务。结果是我去义务为大伙洗炉子、洗厕所、去买吸尘器、吸地毯等等。接到儿子的这封信，我非常欢喜，因为孩子在艰苦的劳动之后，还能以感恩的心给母亲写信，而且经过十个小时的劳动之后，还能为集体的事情做一点工作，所以我感到很欣慰。孟子说，尧舜之道在孝悌而已，而孝悌之道是在生活中点点滴滴中落实的。所以《弟子规》它不是光用来读诵的，而是我们生活的真实的实践。不仅在顺利的环境中要做到《弟子规》，就是在艰苦的环境中也要做到《弟子规》。那么茂森的姥姥啊，是在1994年去世的，当时在守孝的期间呢，那么我们母子呢就开始吃素。等到纪念这个老人呢49天之后啊，
我们也就一直坚持素食了。那个时候茂森是21岁，那他今年34岁，已经坚持了13年了。《弟子规》中说，上三年常悲厌，居处变酒肉绝。那个我没有这方面的体会了。我们的母子啊，我们母子吃素以来身体都很好。素食呢有很多好处，它对人的生理啊和心理啊都有益。对人的心理有益的，就是我们吃了这个素食以后啊，心地啊会比较比以前更和善，更有这个慈悲的感情。它对我们生理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吃素食以后啊，我们觉得呢，它这个排毒啊方面会比较好，而且呢，这个素食啊跟我们身体一起代谢起来啊，我们会觉得呢头脑比较清醒。我们看到很多吃肉食的这个人呢，他是比较容易昏沉的。所以他在生理和心理方面对我们都有好处，所以我们母子呢就一直坚持吃素了。茂森呢，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写信给我说，我每天坚持吃素，每个月的吃用的费用是80美元，营养丰富，精力充沛。他每天都吃什么东西呢？每天吃米饭，吃这个西红柿、红萝卜和卷心菜。卷心菜呢，就是广东人所说的野菜啊，圆圆的啊，野菜。吃这些东西呢，还有一些水果。这些东西他脸都吃得红红的，回来了大家都说你在美国都吃些什么东西。他说我每天都是吃这个，几乎都没有什么改变的。那么后来呢，我们看到一些医生写的这些健身的这些书，我才知道这个野菜啊对肠胃非常好，就是这个卷心菜啊，圆圆的，对肠胃非常好。这个红萝卜呢号称小人参啊，所以对身体非常好。这个西红柿呢，它有美容的作用，而且西红柿里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所以呢，他原来他选的这几样经常吃的东西呢，对身体确实很好。那么茂森呢，在给我的信中他还写道，说穿衣不讲究，心不花俏；饮食不讲究，心不贪恋。那《弟子规》说，对饮食勿择，若衣服。若饮食不入人，勿生戚。所以呢，在美国留学期间呢，也是在实践这个《弟子规》。另外，在美国留学的生活呢是比较单调的。每天呢，茂森他的生活呢，基本的动作是三角形运动，从这个宿舍到教室，从教室呢到图书馆，每天就是这三角形的活动。所以《弟子规》上所说的斗闹场绝勿进，邪僻事绝勿问，这个在这种这个清静的生活当中呢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我们现在呢总结起来呢，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呢可以做到，在生活中做到七步。哪七步呢？就是不看电视，不逛商场，不看电视电影，不逛商场，不谈恋爱，不留长头发，不穿奇装异服，不乱花钱，不乱交朋友。做到这七步，其实做了这七步以后啊，当然有些人觉得剪头发长啊或穿衣服啊，这个应该是没有限制的，只不过自己呢貌似能够自己这样不留长头发，不穿这个奇装异服啊，那么这身体这个身心啊就保持啊不会那么躁动。所以他这个七步啊，我们都觉得他，我们给他总结都觉得你这七步坚持得很好，以后也应该这样坚持。所以在这个弟子规所说的那个非圣书秉物事，必聪明坏心智，那么能坚持七步的话呢，这方面呢就有一定的这种抵抗能力了。那么在美国留学的期间呢，他能够这个坚持这个
保持这个清净的生活而专心的学习。这是弟子规所说的早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非常珍惜这个留学的生活。所以在他1997年硕士毕业的时候，他的全部成绩都是优秀，全部成绩是 A， 所以他荣获了学校特别的奖金500美元。那么他把这个特别的奖金呢、马上给我寄来了200美元，让我分享他的快乐的成果。那安住在这种清静和专心的学习生活呀，茂森他也提前博士毕业了。他以4年的时间完成了硕士和博士的学业。那么在1999年他写信告诉我说，他已经顺利完成全部的学业了，而且一次通过了这个金融博士资格的考试。那么在美国啊，这个金融博士的资格考试啊，是从早到晚历时8个小时左右，中间呢只有吃一个面包。这种考试呢是对人呢一个头脑身体素质，这个你的学识和你的这种修养的一个全面的考核。那么许多人呢，他因为这个身体坚持不了这么样长的时间，也有的人呢他因为这个学习准备不够，有的人他的这个素质不够，因为他比较惶恐啊，所以都不能一次通过这种博士资格的考试。那茂森呢他比较幸运，他一次就通过了。可是我们知道幸运是来自平时的努力和积累。我好比是一棵小树，我的背后呢有一个园丁，这个园丁就是我的伟大的母亲。无论母亲是在我的身边还是不在身边，母亲的关怀啊时时都伴随着我。母亲在给我的一个生日贺卡中，她是这样写到的：茂森儿，我的祝福将伴随你走遍天涯海角，我的心愿将复利于你清净光明的一生。在我博士毕业的那一年，这个前一年，当时我25岁，我接到母亲给我一个非常特殊的生日贺卡。那么在这个贺卡里面呢，有我从小到大1/4个世纪的照片。那么母亲的祝福啊也极富有禅味。那我现在呢想把这个贺卡拿出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大家从这个照片上面可以看到，最上面的是我的母亲的相片，下来呢是10月怀胎，那么在下面呢是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到我念中山大学，然后呢到美国去读硕士博士的这些照片。那我妈妈的生日贺词是这样写到的：茂森儿，祝贺你25岁生日，回头看看自己的脚印，你反省了什么？你又领悟了什么？寄予茂森儿，不离佛法而行世法，不废世法而正佛法，完成人格，成就佛道，慈心精进，助真实慧，在生活中解脱，在社会中奉献。那么下面这个右下角的照片呢，是母亲跟我在长城的留影，这也象征着我们共同在前进的道路上不
不断的攀登。弟子规在素质的教育中有句话说，凡是人皆须爱，天同福，地同在。茂森当时在美国留学的期间呢，曾两次义务的去献血。当时美国的医院呢，是很希望能够得到这些这个健康青年的鲜血，啊，他是为抢救病人会用的。那么当时茂森呢就很欢喜的应征献血，那么以此呢与美国人民结缘了，让美国人的血管里也留着我们中国青年的鲜血。当时的茂森呢还是一个穷书生，但是中国的青年呢是有热血和有爱心的，所以我们觉得中国人不穷。当茂森打电话告诉我说他献血的事情，我很嘉许孩子的这种奉献精神，只要孩子愿意为大众服务，我做母亲的一定全力支持。我们做母亲的要呵护孩子的一切善念，要随喜赞叹孩子的一切善行。那这样做是不是吃亏呢？这样做不是吃亏。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从自己的角度来说，你为这个大众奉献，你的精神道德会升华，你的心量会开阔起来。这种的收益啊，是没法用数字，也没法用物质来衡量的。这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说的。如果从他人的角度来说呢，那么你的奉献会使别人可以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所以说，你为大众奉献就是自利利他。所以我们做母亲的要呵护孩子为大众奉献的精神。茂森呢在美国读这个博士研究生的时候呢，他发现那个他们学校啊金融这个系里面呢没有设立这个研究生啊从事学术活动的这个经费。比如说这些研究生要跟随这个导师啊到外面参加一个学术交流会，那么所有的费用包括你的这个交通这个旅差费啊、住宿费啊和这个会务的费用啊都要由学生自己来负担。那么老师是由学校负担，学生要自己来负担。那么当时呢茂森呢就写了个报告，要求呢学校啊在这方面立项，就是要给这个研究生的这个学术活动啊要拨给一定的基金。那么他自己呢也向校方表示，向学校表示说，我参加工作以后啊，我愿意每年为这个项目捐款，并且希望这个学校能早日立项。那么茂森博士毕业以后啊，他很顺利的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德州大学工作。当第一次领工资的时候呢，他立即汇款给母校。弟子规说啊，凡出言信为先嘛。那当他的母校商学院的这个金融系的这个系主任呢安德森教授啊接到这1000美元的时候啊，他对这个我们这个中国学生这份爱心呢、啊、他非常的赞叹。对茂森呢、啊、这种履行诺言的精神呢、啊、他都竖起了大拇指。那么这件事情就促进了学校对博士研究生的学术活动基金立项。那么后来这个毕业的这些研究生呢就可以享受到这种待遇了。但是茂森当时他没有享受到，都是自己出这个经费的。那么以后的学生们都享受到这种待遇了，而且连续5年，茂森每年都为这个学校这个基金会啊，就寄这个1000美元。那么这种是对学生
对这个研究工作的一个支持。这种这个由己推人的这份爱心啊，实际上还是我们的这个至圣先师孔老夫子教的。因为孔老夫子啊教仁，这个仁字啊，大家来看一看啊，这个仁字是含有两个仁，想到自己就想到别人，关心自己就关心别人。在《论语》中有记载中说，这个孔子的学生啊，范迟向老师孔子啊这个提问，他说：“什么是仁呢？”孔子回答说：“爱人。”所以仁就是爱人，就是《弟子规》所说的“凡事仁，皆须爱”。那么这个是《弟子规》培养的我们一个基本的素质。下来呢，我们看一看《弟子规》说的：“能亲仁，无限好；得日进，过日少。”就是接近有道德、有学问的老师呢，是我们进行素质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是非常注意茂森的这些老师，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他的老师从班主任到级组长，级组长的老师，一直到各科的老师，一直到校长。实际上他在每一间学校里的所有的班主任、任课老师到校长，我都非常熟悉。我很愿意呢，我在这些老师当中啊，我每次开家长会都从来没有缺席过。我很愿意和这些老师交谈，我在交谈中呢，可以听取老师对这个茂森的优点和缺点的评价。另外呢，我也会发现老师的气质，这个老师的这个素质啊，这个老师对这个学生的责任心呢，还有这个老师的他的各方面接人待物的态度啊，我发现好的老师呢，我一定以后会带孩子登门去拜访这位老师。我愿意孩子啊，能够经常感受一些这些优秀老师的，感受他们的这些良好的东西。那么当时呢，茂森在这个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读这个国际金融这个专业的时候呢，他们的院长，那是大学了，他们的院长是这个院长呢叫王平山先生，他是一位教育家。那么我时常会带孩子呢到他家里面去做客，这个王院长一谈起教育啊，那是滔滔不绝，他没有疲厌的啊，对老师啊怎么样的要求啊，对学生怎么期望啊，还有自己的教学计划等等啊，我们都垂耳恭听。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和老师能够做这种坦诚的交谈，而茂森呢那时候还比较年轻，也比较小，他只在旁边来听，但是呢他可以感受到这些教育家他们的敬业精神和对教育事业的热爱。那么这对年轻的孩子来说呢，是一种很好的熏陶。那么除了在学校里我们去亲近这些有道德有学问的老师之外呢，在校外啊，我也注意帮助孩子寻找这些优秀的老师。我记得我有一次参加一个报告会，那么这个报告会呢，邀请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大社会方面学的教授做报告，那他是讲的英文的，那么担任翻译的是一位广州外语学院的一位陈老师。当时我坐在下面听，我发现这位陈老师的英语翻译啊真是非常好，他翻译的准确快速而且非常文雅。那么我心里就想说，如果我的儿子啊能得到这样老师的指导，那一定英语学习会很好。所以当这个报告会啊完了以后呢，我就走到这位陈老师的面前，赞叹他的这个出色的英语翻译，然后呢我就很勇敢地向他表达了我一个母亲的希望。我很希望呢这位陈老师呢能指导一下我的孩子。
我邀请他到我家里做客，这个我说如果你星期天呢能到我家里来的话呢，不仅我的儿子还有我所有亲友们的孩子啊，都愿意听听你讲怎么样学好英语。那么也许呢我的勇敢呢使他觉得很感动，所以他答应了我的请求。这位陈老师的素质也很不凡，就是他很有爱心，而且呢就是也很有那种这个愿意指导别人的这种热情。那么到了星期天，我们果然把他请到了。虽然我和这位陈老师啊是很冒昧的，也是第一次见面，我提出要求，没想到呢能得以实现。那么我亲友们的孩子们也都来了，那么在我们家里的等于形成了一个这个学习座谈会。那么陈老师呢就给大家谈怎么学习英语，在以后呢我的孩子和其他的亲友们的孩子啊，这些遇到英语学习的问题呢也常会去请教他。后来呢我听说这位陈老师呢已经做到了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副校长了，所以这些呢都是优秀的老师。我们无论是在校外还是校内，发现这些老师呢能给自己孩子请来指导来讲呢，对孩子的学习提高的都很有帮助。那寻找这些优秀的老师接近善知识，除了在校内校外，我的眼光呢也移向了社会和宗教。在1990年我父亲去世以后啊，那么为了那个这个缓解我母亲的这个悲哀，所以呢我就陪着这个老母啊就到了这个广州的光孝寺去散散心。这是我一生第一次走进这个寺院。我第一次正式走进寺院就是广州光孝寺，而第一个遇到正式的出家人就是这个寺院的方丈本焕老和尚。哦，我后来才知道本焕老和尚了不起哦，他是全国著名的高僧，他今年已经101岁还健在。那么本焕老和尚呢他非常这个安和的这个气质啊，使我和母亲这种悲伤的心呢都缓和了很多。那么正巧呢他们开饭11点钟开饭啊，又留我和母亲吃了一顿素食。哎，我们觉得寺院很好，这个素食呢也很开胃。那以后呢我就带茂森到这个寺院里见这个老和尚。我让这个在读大学的，他刚上大学啊，在读大学的这个孩子啊跟着老和尚交谈交谈，看看一个这个清心寡欲而又德高望重的这位出家人他是怎么样生活的。那么茂森那时候也很喜欢提很多问题向这个本焕老和尚请教。我而且呢还在寺院里呢可以吃这个素食。后来不久我在这个光孝寺里呢就遇到了净空老法师。我看到一位光彩照人的出家法师的形象，心里非常敬佩，就马上打电话叫茂森呢从中山大学赶过来，说这里来了一位法师，你赶快来见一见。那么我们当时呢都拜见了净空老法师，但是当时的人很多，可能法师也没注意到我们，在这匆匆见面之后呢也不能够多谈。那么老法师在光孝寺逗留的时间也很短，那这样呢就算我们见了一面。但是以后幸运的是什么呢，茂森出国留学以后啊，他所在的美国这所大学离净空老法师这个达拉斯净宗学院非常近。那么意思呢这个孩子呢在他的这个放假的日子啊和这个休息的日子啊就可以到这个寺院里，就可以到这个道场里去走动走动。我告诉孩子你要常到佛门里走动，学习什么呢，学习清净自律。所以茂森呢就利用自己的假期呢就到这个达拉斯净宗学会做义工，在那里帮助洗厕所，帮助倒那个垃圾，而且呢参加这种护生放生的活动，吃素食，特别是恭听净空老法师讲经说法。后来呢我们慢慢的才知道了，
这佛经里的学问可大了。宇宙是怎么样形成的？人的一生为什么有的幸福，有的悲惨？为什么有的人富贵，有的人穷困？这些等等问题啊，居然在佛经里都有答案。后来呢，我们才知道啊，这佛经原来是一种智慧，原来里面含有智慧，而佛教是一种教育。那么佛教呢，是从在公元67年从印度啊正式啊传入中国的。当时正是东汉的明帝永平十年。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他是原来是印度的一位王子。那么有一次他出城门啊，到四个城门就看见了生老病死的四种现象。因此呢就有感悟。知道啊，生老病死苦啊，是人人都没有办法避免。所以他最后啊，决定呢，出家修道，啊，就离开了自己的眷属。那么，出家苦修啊，最后呢，啊，正道，我们说他成佛了。所谓成佛，就是啊，把烦恼都断尽了，啊，彻悟心源。让自己啊本心当中的圆满的大智慧啊全部显发出来。啊，所以这个他的这个教育啊，就是佛教啊，他是释迦牟尼佛在成道以后教化众生的这个教育。那么佛教到底教我们什么呢？佛所教的是让我们呢，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那么人生就是我们自己，宇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那么佛教呢，它是一种觉悟的教育。觉悟什么呢？内觉我们自己本身，外觉这个宇宙环境。只有真正觉悟了，才能够啊支配我们的人生和宇宙。那么我们说这是得大自在啊，获得大的解脱了。那么如果不觉悟啊，就会被人生宇宙啊所支配所束缚，那么就不能够得到自在。因此啊，人人呢都应该啊接受佛陀的教育。那么佛教的教育纲领是什么呢？这个教育纲领可以说是含在释迦牟尼啊这个佛的名号当中啊。那释迦是含有仁爱和慈悲的意思，这是讲佛呢给众生以安乐啊，能够拔除啊众生的痛苦。这个牟尼呢是含有啊这个寂寞清净的意思。那么这个佛在因地上啊修行，他回光返照，把自己的烦恼啊全部断除干净啊，让自己自性当中的智慧啊圆满的显发出来。那么所以佛教是仁爱慈悲智慧的教育啊，它是圣者的教育。那么如果说我们来给佛教啊下一个定义，古大德呢用这么一句话，所谓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那么这个定义的头两条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就是说我们一切的恶事啊，包括这些违法乱纪的啊，这些损人利己的事情啊，都不要干啊。我们所做的要利国利民啊，要利益啊一切众生。那么，如果能够真正做到这两条啊，
我们的社会就和谐了，我们的世界就和谐了。每个人呢都能够得到幸福美满的人生。那么自净其意啊，这说我们自己要清净身口意三业。这个要知道一切法是心想生，我们希望啊世界能够和谐啊，社会能够安定。那从哪里做起呢？这个去年中国召开的世界首届佛教论坛主题就是和谐世界从心开始。所谓啊，心净则国土净，心安则众生安，心平则天下平。那么所以自净其意啊，是和谐的根本。那么佛法里面呢，这个修行的方法很多啊，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自净其意。你比如说参禅打坐啊，或者是读经，或者是念佛，这些呢都是帮助啊净化我们的内心的。那么佛教啊，这个教学的最终目的呀，就是帮助我们呢恢复本有的圆满的大智慧啊，因为有了大智慧啊，智慧圆满啊，那我们的这个人生宇宙的一切问题啊都能够得到解决啊，就能够得大自在啊。所以这个新中国第一任的佛教学会啊会上，圆英法师曾经啊讲过一句话啊，说欲无烦恼啊须学佛，知有因缘呐、啊，莫羡人啊，就是我们希望没有烦恼啊，能够自在啊，那必须要来学佛啊，学佛就是学智慧。那么真正啊了解因缘果报啊，就不会羡慕人家啊，更不会去嫉妒别人啊，自己啊真正啊懂得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啊莫强求。所以这个这是学佛的好处。那么佛教的教义呢，是释迦牟尼佛对九法界啊一切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他的至善圆满呢，是体现在这个三世的教化。你看孔子他的教育，这是一生的教育。而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是过去现在未来啊，讲的是三世的教育啊，所以啊是更圆满啊，这讲的是立体的人生。那么茂森呢接近这个净空老法师，接受这个佛陀的教育啊，我做妈妈的发现呢、啊、这孩子的这个胸襟呢、啊、开阔起来了，心地呢越加这个善良，而且智慧呢也越加增长。佛教的内容啊非常多，我在后面还会这个介绍它对我们家里所发生的影响。但是它根本呢、啊、这个佛教根本的这个基础啊是十善业道。这十善业道实际上给我们十种美德。这十种美德呢是什么呢？就是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六不两舌，七不绮语，八不阿口，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等我重新读一下。好，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语，五不两舌，六不阿口，七不绮语，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这十种美德呢？茂森呢也是在逐渐的培养和学习。那么在留学期间呢，茂森很希望把自己呢在这个美国啊，在这个老法师座下听到这些好的东西啊，都能带回给我们这个给这个大陆的亲人。所以当时呢达拉斯这个净宗学会啊，他们的设备更新，
那么就用了新的设备以后呢，就剩下一些这个设备呢就不用了。其中有一部机器呢，就是这个录音带的复制机啊，那个还比较古老，那时候啊是录音带哈、啊，一拖三的。那么当时茂森呢，在这个暑假探亲的回来的时候，就把这部机器背回来了，背回到广州。当时他背回广州的时候，因为很重啊，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拿。连自己的衣服都没有带一件，就背这部机器，而且到了香港呢，还配了这个电压的转换器，然后把这部机呢就送给广州市佛教协会。当时广州市佛教协会的会长云峰法师呢，正是就接洽了这件事情。那么这是希望呢，孩子学佛以后啊，自己得利，也希望大家都得利，所以把这部机器都背回来了。能希望复制更多的这个讲经说法的这个袋子。所以这个弟子规的这种素质教育中啊，提到啊，能亲人无限好，得日进过日少，这个是真实的感受。这弟子规能帮助我们呢完善自我，又接受了这个亲近这个佛教这些善知识呢，又能帮助我们不仅完善自我，而且还能够追求无我。这个完善自我是这个我们要成佛必须要这样做的。那追求无我呢，我这次呢回到广州以后呢，到这个汕头啊参观了汕头大学，他们口号有提出来，就是要建立自我和追求无我，因为这是李嘉诚提出来的。李嘉诚呢，对这个汕头大学呢有捐助这个功德，这个功劳很大，所以他提出给学生提出一个什么呢？就是建立自我和追求无我。无我就是把自己放下嘛。所以茂森他背了一部机器回来，自己什么东西也不能带，那这也是一种小小的一种市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在生活中都可以做这种。为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的一种市场，那么这时候你就感到这个无我方面呢，就开始迈进了一步。弟子规在素质教育中最后提到，有余力则学文。茂森在读中学的时候初三毕业，那么这个暑假呢时间比较长，而且比较轻松。那么他放暑假的时候呢，我就指着家里的这个书柜啊，就对他说，你把这些书啊全部都整理一下，你挑出几本书好好的在暑假里看一看。后来呢，他把书整理了以后呢，挑出了一本什么书呢，我都感到很惊讶，他挑出一本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记，这是一套书。这本书呢，对儒家的四书五经和老子的《道德经》道教方面的书籍都有详细的介绍。那么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优秀的文化，在这里呢，我们就请茂森呢，这个把当时自己学到的一些啊，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儒道两家的思想。那么儒家的思想啊，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根源，没有儒家思想呢，就没有中国文化了。那么儒家思想能不能够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呢？那么我们可以用啊《汉书》里啊这么一句话啊来把它的主要内容啊来概括出来。汉书上说，由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简简单单的这一句话啊，就把儒家的内容啊概括出来了。那么这里讲了有四个关键词啊，那么第一个呢是六经，第二呢是仁义，第三呢是尧舜文武，第四呢是仲尼，可以说是儒家的四个基本要素。所谓六经，
就是儒家的啊，《诗经》《尚书》《仪礼》《周易》《春秋》和《乐经》。那么其中《乐经》啊，已经失传了，只剩下五经了。那么到了宋朝的时候，这个朱熹啊，从儒家的这些著作里面呢，又选出了啊，《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啊，编成一部四书集注。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四书五经。那么在中国啊，那个儒家思想啊，被帝王啊作为正统的啊一个文化思想。那么这个一直从汉朝啊延续到清朝的末期。那么第二个要素呢是仁义。这个仁义啊可以说是儒家思想的两个啊中心核心。孟子这上面这篇文章啊讲的仁是仁心也，义呢是义路也啊，仁路也，这是教导人呐、啊，心要存仁厚啊，存仁慈。那么做起事来呢，要按照道理啊，按照方法寻义啊。那么尧舜文武啊，这是第三个要素，这是讲的古代的四位皇帝，他们都是圣王。这个可以说历代啊帝王所尊崇的典范。那么尧和舜啊，他们是上古时代的啊这个两位天子。那么尧舜之道啊啊是什么呢？孝悌而已。啊，孟子说的啊，所以真正能把孝悌的心啊，从自己的这个一家扩展到天下啊，以孝治天下呀，这就能够做到世界和谐。啊，所以这个儒家所推崇的啊，治天子以至于属人啊，一世皆以啊修身为本。都是要从我们自己啊来做起。那么自己修身从哪里做起呢？从行孝做起。那么周文王啊，这文武是指周文王和周武王啊，这两位啊圣王啊，他们制定了这个完善的典章制度啊和礼乐的这个教化。那么可以说这是社会制度的典范。那么孔子啊非常推崇啊文武啊文王武王周公。那么下来介绍的是仲尼。仲尼就是我们熟知的孔子。他姓孔名丘，是公元前551年啊出生啊，卒于公元前479年啊，是鲁国人啊，是当时是春秋时代。那么鲁国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山东人啊，山东境内。那么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啊，据说呢儒家的六经啊，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六经啊，都是孔子啊亲手啊册立的。在孔子之前，这几千年的文化因为有了孔子就得以流传。在孔子之后呢，几千年的文化因为有了孔子啊得以开启。所以啊人们赞叹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那么又说，德谋天地，道贯古今，策述六经，垂涎万世。就说孔子啊，夫子的道德跟天地呀 啊能够啊相齐啊，他的教化啊贯穿着古今啊。那么他亲手册立和整理了六经啊，那么把教化啊垂训于万世。那么所以历史学家司马迁呐、啊、是这样赞叹孔子。
说可谓至圣，所以我们说的至圣先师啊，就是司马迁的话。那么孔子的言行都记录在《论语》这部书里，《论语》啊也被誉为是华夏的圣经。那么这以上呢，就是《汉书》里啊对儒家的这个基本内容啊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六经、仁义、尧舜文武和仲尼。那么这四个要素呢，好比是这个儒家的一棵大树的四个树干。那么根在哪里呢？儒家的根呢，就在《弟子规》里。因为《弟子规》讲的就是做人的根本德行。那么如果说儒家的思想这是中国文化的主流，那么道家的这个思想呢可以说是渗透在中华文化的之中的潜意识。那么儒家的入世的精神很强，道家呢出世的特点很浓。道家思想呢是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那么尤其是以老子的《道德经》啊举世闻名。这个今年四月我还应邀参加了这个中国在西安举办的首届国际道德经论坛。那么这个道德经的精神或者说道家的精神，如果是一言以蔽之啊是什么呢？那就是道法自然。这个道法自然呢，这个自然呢不是我们普通所说的这自然界或者是自然科学那个自然。这里说的自然呢是一种本然的状态，它没有办法用语言和思维可以达得到，要这个要不可思不可议这样子这个才能够希望证入这种本然的状态。所以道家提出这个无为而治这个对国家要无为而治。那么这个无为也不是说什么都不做一天到晚无所事事，不是。这无为而治就是教人要顺应自然而为。那么这个如果说《道德经》我们抽取这两句话来简单的讲出它是在讲什么内容，那么可以用《道德经》的上篇道篇的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以及这个德下篇德篇呢最后一句，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那咱们来体会一下道德经的内容。这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是讲这是宇宙的本体。这本体没有办法说得出来。我们的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鼻子闻不到，身体触摸不到。这个语言没有办法表达，连思维都没有办法能够接触到，所以叫道可道是非常道，你能说出来的已经不是真实，这是跟佛家所讲的自性法性是一个东西。那么既然说道可道非常道，那我们没有办法去思维想象这个道，那是不是没有办法见道呢？那如果说要见道，我们要从德那里见。那看圣人他们的作为就是把这个道应用到他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这个下篇讲的德，德篇里面呢，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是其中最后一句。
这是讲啊，你看圣人如何把这个道体现出来呢？那就是为而不争。为就是非常努力，非常认真，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为众生服务。但是呢他不争。不争什么呢？不争功，不争名，不争利。这个刚才我们妈妈讲的，到了追求到无我的状态。那么要做到为而不争啊，一般人呢、非常难做到。那我们从哪里入手呢？要从太上感应篇来入手。道家的根呢、在太上感应篇。刚才讲儒家的根在弟子规。那么太上感应篇是讲因果报应。讲这个自然呢、感应之理。所以真正啊能够深信因果，真正能够明了自然感应的道理，那你就不争了吧。你就真正了解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啊莫强求。你就能够渐渐接触入了这个为而不争，道法自然的这种状态，这才有可能进入。